头里痛，头里痛，好像我在灵拜寺里面，在灵拜寺里面，我看到天上在好像在那个，在下意识的，在下意识的，在下意识的，在下雨，然后我看到那个。看到中国好像上下大坝那一带，就这个圆圈子里在下雨啊，好像在把空中那个清洗一下子，过滤一下啊，过滤一下啊，把空气啊，再干这个事啊，正在清理过滤一下啊，清理过滤一下，清理过滤一下，那在空气洗干净以后呢，准备要开工了，准备要开工，然后处理那个拆除大坝的事啊，这是老百姓这样。准备的，好，好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